你们要去医院，你们要去医院。我们协会，没有，我们传统里面的照片，那里面也要做笔录啊，才有报告。我先送医院，你先叫他去做笔录。这户人家这边的人都知道，昨天已经用水给他冲，冲了不到不能冲。就是你要在我身边，伊讲要掠个什么，掠个鸡啊，当然啊。就把那小鸭，然后就把头直接切掉。然后那个小狗，两个月的小狗，用铁链哦绑起来哦，然后那个双节棍哦，是这样甩一甩，啪。我们区的邻居多少出来讲？